Maple 对门门呐、啊，亚速打凯尔，诶，亚速的风墙挡到凯尔的普攻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、欸。贾克斯接一局哦，马跑凯尔对到西门，对啊，目前马跑凯尔打西门，今天两场都是马跑赢的，不过那两场是因为我跟马跑同队啊，像狗的差距啊。挡不到，OK，我也记得挡不到。稳定一次还赢了，我抖100枚。你这种人我看多了，我没有一次真的拿到，我真的拿到都是只有干爹，只有从干爹手中拿到了。干爹说你这场赢抖50，那干爹就真的会抖，只有干爹不会说谎。穿过八八，我干飘飘，这几场每场都拍电影。刚刚三场也是两等单杀，两等杀到我们下路，然后这场又杀一次。哦，不过这次是一换一啊。哦，再加普攻，有机会吗？好像没杀到，可惜。我干飘飘这么神哦！飘飘是不是各种甩啊？而我们这个可惜，刚才中了有机会杀到后壁上。干，没中，刚好哎、欸，他忙30级很好，他30级跟我 Q 是同时。哎、欸，刚有中的话就死没夹到，盖蒂真的有够变态的，
买只粉鹰好了。 介需要6等 ，Thank you， 现在交给你了，露露。哦，被看到了，快逃啊！没有眼呢，刚才踢不出去。 快溜哦！嗯，没眼，有眼我可以把他踢回去，不过刚才骗了一个闪现换 TP。我刚才踢好远啊！哎，没有眼啊，有眼我就可以两段踢啊，把他踢出去。<笑>超会踢啊，刚那个踢，很好笑。 间谍，没有啊，意外啊，反正是我意外的，刚刚就是意外。他去哪？这要干嘛？这个要干什么？哎，他硬要 ，OK， 你觉得他们有？ 哎，过来，露露。哎，人呢？哎，他被他人嘞。哎，他会死哎！What happened？他会死什么？他会死呢？ 看他消失在这个时候，哦，看到了，发现了，踢过去，欸，奇怪，他怎么不见了？抓到了吼，还想不见？走这波比较快。欸，我刚没有眼欸，我只能用走位把他踢回去。 哎，他应该是从这里绕过去啊，然后绕到这里，然后还是被我堵到了。我猛猛这个，不猛猛。
我干，这个闪这么美哦！靠背，超扯！靠背，怎么没中？奇怪，刚那个 Q 没道理啊！你们觉得刚那个 Q 怪怪的？那 Q 竟然没人挤出去去挤那个 Q， 太扯了吧！这个绝对是有问题啊！露露不来吗？萌萌是不？凯要上去逮捕你啊！我干距离不够，OK， 你要打到，我太急了，萌萌的距离不够，太老踢了，下路是否被双杀？好，是被双杀。萌萌刚没到，靠呗，因为他刚没到，我不知道，我也还有到。哦，这个是，顶多多一只瑟雷西吧，或是加只降狗。白跑一趟，奇怪，贾克斯嘞。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. 彭年球球说他以前打篮球最猛是真的还假的？我知道他有打过啊，但猛不猛我不知道。哦，我记得我之前跟他打过，他就直接碾进来，我们就爆了，因为他太壮了，他直接用碾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直接拦下，然后然后我们就爆了。应该旁边有人，不然 Maple 不会这么敢这样。我操！怎么还有人？嗯，不该打啊！萌萌萌萌一个直接干起来了。
哦，死去。哦，干，好可惜哦，三 D 耶。估计要买冷气。跳龙。靠北放38颗头我可以给对面一个被夹的感觉哦！我夹死他们！冲啊！哦，你夹不到。完了，换我们被夹了。哦，干，打不赢。踢到 AD 了，伤害不够，徽章打不赢啊，凯尔太痛，凯尔跟范太痛。踢到范家另外一个人，不知道谁，伤害不够。消太肥了，我没输出啊，金哥是没装备，他很痒。加油，队友！太扯了吧！这个放撸，加油，萌萌，加油！哦，耍白痴，有机会吗？啊，他可以啊，可惜，被救克。放太肥了，13颗头，然后我们金哥被打爆，因为这场中间是两边蛇破在跑线，但是蛇破跑线的情况下，金哥是一打一，是打不赢 Van 的，然后他就被超爆，一打一被超爆。看他们打了蛮陡了吧，感觉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放那个伤害太高了。我们讲了一句话，小心凯尔，叫我们注意凯尔啊。
我操，他这样闪得掉。我操！嗯，起风嘞，正在送。Oh nice， 起风啊！虽然这边拿了巴龙，但是送了一堆头。刚刚牛乐山，你们看到吗？他满血，他被打 0.5 秒，就剩一滴，他开大 S。靠腰，欸，我楼断了，我楼断了，我楼断了，干了！哦，干，还好还好，怪以为我楼断了，欸，我楼断了，欸，我不能动。欸欸，你们那个吗？哦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我也是我而已，好，大家都有，那没关系。哎呀，我以为我死定了。有没有？大家都会，应该大家都会。我们不能五打五啊，估计我们要放开打，五打五应该打不赢。没有人呢，欸，人怎么不见了？没人，我们打毛线啊！欸，对，基本上要等对面送。这组合团战那个范就可以把我们全部剁歪，范加凯尔加达雷斯，搞不好三个就打五个。他们两个，他们伤害太高了。而且我踢谁不对，我踢凯尔，我根本我们 combo 应该是不太可能秒杀任何一个人。所以我能同时踢到两个 carry， 那还有机会。我要同时踢到 Van 加凯尔，但是这个很难啊，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啊。对面也知道，对面基本上你五打五会战，你正面理性不太可能踢到一堆人，所以对面是白痴。靠背飘飘干速开大了，应该守得住了，没有问题。是牛的闪顶哦，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啊，没有闪顶是很难的。嘿，吃一只，主要是我们紧，可是没有伤害啊。饭多他整整多了大概快两件大装了吧？给萌萌吧，萌萌拿这个红去 carry 啊。拿着红做脸吃啊！我们看他会不会多贪那一点钱，多吃一波兵。多贪的话，有机会杀到。OK。靠背。好，杀到。他真的多贪那点钱，萌萌有点太慢大嘞。因为距离拉越远，其实对我们不利。不要把距离拉太远，他第一时间就直接 R 会好一点。然后一堆人要来了，快逃他们！
完了，我们送了吗？我们要送了吗？我们要送还在 carry 呢？好，感觉要打雷斯欸，那个傻逼，再抓一次。哦，我们叫我哦，干打雷斯上，那不行，回手巴龙吧。你说打雷斯不是 leaf 哦，还好啦，尾鱼，欸，这个是 maple snow， 风之雪比较强的是人嘛，啊，打雷斯还好。哎，这 TP 是这个 TP 在干嘛？秒他！nice， 漂亮！哦，漂亮，逆转啊！巴龙巴龙，哦，送头，漂亮！哦，送光送光，狙狙狙狙喽，狙狙喽，狙狙中路，钓龙钓巴龙，没有钓巴龙钓水晶，现在要走来送，直接逆转。逆转啦 ！GG， 狙击 ，nice， 连续送两波，大逆风，直接逆转了。